我们今天非常高兴，邀请到了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总议长，来自韩国的李宇成先生，为我们展开有关绿色发展的演讲。掌声有请。 국제기구 세계 녹색 기후기구 글로벌 세계공보사 경쟁적인 기술 개발을 통하여 世界的进步，然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，第六是绿色改革，在这目前，全球全世界范围内为保护团体和企业进行交流，以及其他自然有关绿色商品的业务，世界各国政府及地方政府支持。谢谢大家。